这个老头特别着急下班去约会，将游泳馆的客户全部赶走，但泳池边的两个女孩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指向水下，一枚硕大的钻戒闪闪发亮。小慧捂住嘴望了一下四处无人，摘下毛巾一头扎进水下。光子在泳池边等待，看姐姐很久没上来，决定下去帮助她，同样跳了下去。这时怪老头走到水池边检查，口中念叨着终于下班了，按下关闭开关，硕大的盖板晃动着动了起来，很快将整个泳池盖住。老头连办公室的灯都没关，拿着包就走人了。姐妹两人见势不好，光子的头发夹到井盖上用力一拽，两人拼命地往上游，不停地游，最终还是晚了一步，盖板封住，他们被盖在下面。老头走出大门，看了看该死的时间，还差一小时就下班了，犹豫了几秒钟，心想还是约会要紧，便走掉了。两姐妹在泳池下大喊救命，但却无人应答，看着眼前望不到边的游泳池，不好的预感由心而生，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安静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推，可盖板太沉，根本推不动，水下也没有着力点。姐妹俩开始四处寻找出口，妹妹找到一件昂贵的泳衣，姐姐找到一块瓷砖，在泳池中间发现了一个手机大小的窟窿。光子看了看，叫来妹妹，两人想要钻出去，怎么可能，实在太小了。小慧说，我钻不出去，还是你来吧。这简单的玩笑让两人快乐许多，他们需要一些坚硬的物体将洞口扩大，两人忙活了半天都没找到任何东西。突然上面传来了电话铃声，是小慧的现男友，他们约好今晚一起吃饭，可杰克不可能想到女友现在正在泳池下面泡澡。与此同时，俩姐妹在水下听着电话铃声束手无策。小慧转头潜入水下，光子依然在抱怨，进入泳池底部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拔井盖，好办法，结果太沉了，他根本搬不动。游到岸边，看到姐姐的样子，抱怨了几句，他一点没有要忍的意思，直接怼回去。就这样，两人在水面等了三个小时，泳池的灯光自动关闭，杰克还在打电话。惠子说，他打了100次，怎么就想不到来泳池找我们呢？两姐妹感觉水越来越冷，还好是恒温的，要不他们早就被冻死了。惠子继续说，其实自己患有糖尿病，最多只能坚持半个小时。如果自己休克了，你要看好我的身体，不要让它沉下去。光子很无奈，以为他在开玩笑，突然外面传来声音，有人来了，是一名保洁员，推着车来到泳池边，打开手电，顺着电话铃声走了过去，真幸运捡到了手机，刚要查看，突然被一个求救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转头望去，两姐妹在下面滔滔不绝地说着，不停地感谢，心想这次得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。两人正在开心时，保洁员并不在意，拿起他们的钱包，抽出钱，拿出手机还有他们的信用卡，抬头看了看泳池的摄像头，走进监控室，将所有监控关掉，打开灯光，非常绅士地说，我以前帮扶一位老人过马路，他给予自己$100作为酬劳。两个傻妹子没有听懂什么意思，保洁继续说，我需要你们的信用卡密码，如果你们今晚想要出来。无奈下两人只能说出，保洁悠然自得查看他们的手机。两姐妹很愤怒，这个保洁员怎么能这么做。两人在水下许久没有回答问题，保洁见两人不说话，关掉泳池的恒温系统，水温迅速下降。20分钟后他再次开口，The pin code for your ATM。 两姐妹无奈只好先保命，将密码告诉他，保洁员并没有救他们，而是转身离开，取出钱后回来很生气，直接开口说，你们的卡里只有9.9块，我至少需要$200作为酬劳才能放你们出来。就这样三位女士陷入僵局，光子一向暴脾气，他忍不了了，利用手段欺骗保洁员，只要将耳朵靠到洞边，我就会给你更多的钱。当他将耳朵靠过来时，妹妹直接将他的耳膜刺破，而这只是他们姐妹噩梦的刚刚开始。两姐妹已经被困泳池4个小时，保洁只想要200块，两姐妹就是不给，就这样他们陷入了僵局。保洁将耳朵靠近洞口，光子用力一插，一声惨叫，保洁员的耳膜被刺破。来到洗手间，看到自己的耳朵不仅疼还听不见了，已经听不见任何声音。两姐妹在水下沾沾自喜，保洁来到中控台，按下开关，打开泳池内的清洁系统，灯光忽然亮起，他们一脸懵，突然大量的氯气喷入泳池，两人拼尽全力往外逃，死死抱在一起，想要堵住喷射孔。惠子因为糖尿病晕了过去，光子大喊，你要杀了我们吗？保洁不想坐牢，他再三考虑后转身将系统关闭。简单和两人沟通后，光子把钻戒交给了保洁，说这东西叫钻石，至少能卖$200。保洁笑了，很开心地拿着钻戒离开现场。临走时他答应放他们出来，可两人在水下等了半小时，泳池的盖板都没有打开，惠子的体力不支，在水下休息时妹妹则晕了过去，沉入水底。就在这时盖板缓慢打开，强光照在了她的脸上，是她的男友，跟随而来的还有救援队的人员，他们拥抱在一起，
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四处查找妹妹，转头望去，妹妹就在旁边，拿着瓷砖想要自杀，连忙上前阻止。与此同时，宝洁在休息室戴上钻戒，拿起他们的手机，听到大卫的留言，再过一小时不回家，他就会报警。宝洁听到报警二字，心生胆怯，因为他刚被释放，上次是因为偷东西，拿着包走进泳池，这次他是来道歉的。他说，只要你们不报警，我就帮助你们。两姐妹已经被困泳池下4个小时，只能答应老女人的无理要求，但宝洁依然不相信他们，开始上演苦肉计，说自己家庭很惨，孩子不孝，父母也不管自己。惠子说，你再不救我们，你会更不幸的。宝洁一听这话，走到中控台，按下开关，自己居然不会用，明明白天的老头就是按的这个开关，他怎么按都不管用，重重砸在无线电上。两姐妹在水下死死抱在一起，三人想尽办法，盖板就是打不开，光子让他报警，宝洁不肯，他是一个有过前科的人，如果再进去至少要判好几年，这种人一旦遇到困难只会推卸责任，放下背包和钻戒，扔下两姐妹独自离开，他根本没有考虑后果，临走时说，就当没看见自己，再见。30分钟，光子因为没有胰岛素的维持晕了过去，妹妹疯了一样呼喊着他，他不想和一个尸体在一起，将他挂在了泳池的水漂上，光子独自一人潜入水下，疯了一样想要搬动井盖，反复的游上游下，就这样来来回回，井盖依然没有丝毫松动。出自于潜能的激发，光子继续努力，经过数十次的奔波，利用泳衣绑住井盖的脚，猛的一下井盖打开了，拿着35斤的井盖轻松游了上去，有点扯淡，重重砸在盖板上，伸出手臂时被划出一道深刻见骨的伤疤，这时的他只想活下去，已经感觉不到疼痛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他们爬了上来，将光子的尸体拖了上来，这时的妹妹已经不知生死，保洁员拿着手枪走了出来，他不会是想要灭口吧？其实保洁员只是害怕两人反抗，将戒指还给他们，解释了半个小时，逼着光子发毒誓，只要举报他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与此同时，外面传来警笛声，光子让保洁快逃，他留下了一个感谢的眼神。事后两姐妹真的良心发现，没有举报保洁，这居然还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，简单的情节，以一个戒指为点，一个底层妇女的恶劣行为。抛去其他，影片中关于乐观和悲观的对比很明显，小成本密室逃脱成本应该很低，毕竟主要场景就是水下，在摄影棚搭个泳池就能拍，创意还算新颖，总体观影体验算是中规中矩，希望我们早日能拍出来这样有趣的影片。我是大聪明，下个故事更精彩。